小跑步你走学校了没有啊？还没呢，先放松两天再说吧。海景，海景这多好。不嘛，我喜欢大海。选大学啊，专业。你懂什么呀，学校重要是不是啊？学校很重要，学校很重要。我好迷茫啊。我们专治各种迷茫。是名校吗？名副其实的国字号，一人考上，全家光荣。名师多吗？准备完毕，请指示。上课。好，数都数不过来。我们今天是教授、将军、院士，各领各的大咖俱部。专业实力如何？能学到什么呀？能造，能打，能救命，这都基本功。能看海吗？中国四大海，飞着看，潜着看，寻着看。那发展前景怎么样？军官起步，大有前途。那适合什么样的人呢？如果你是处女座，一定要来这里，因为这里有强迫症的福音。如果你不是处女座，你更要来这里。同学兼战友们会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完美主义。如果你是颜控，一定要来这里，朝夕相对全是帅气的、英气的、一身正气的。若隐小弟气，何必披征衣。如果你不是颜控，更要来这里，自律、自强、自信，迟早都会刻进骨子里。如果你是和平精英，一定要来这里。从入学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加入了人民海军。如果你是超级学霸，更要来这里。广阔蓝海是你开挂的人生最好的舞台。那我可以来吗？你可以。如果你听懂了这些浪花的声音。8月4日，美国海军麦凯恩号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，每舰此举仍为。你不再纠结什么是更赚钱的专业，你满心都是捍卫主权的事业，但却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。海军第十九批护，你不再留恋名气上的虚荣，你读懂了使命担在肩的光荣，你不再向往风景闻名的异国远海，你深深热爱自己脚下的领海。我愿向您本领时刻准备战斗，绝不叛离军队。你有热血的冲动，保卫祖国，也有理智的深情。发现敌人，带走敌方。你是爱和平的卫士，也是敢战斗的精英。你是中华海之子，大海，我来了！你是时代浪花白。